就是那位真美丽小姐呢，确定是在领域，而且还没结婚，还想念着你。我竟然没有办法送秀敏，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啊，我只要有你就够了。舒凡他是真心爱着他老婆的，他老婆也是真心爱着舒凡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祝福他？把你心里的包袱给放下，把心胸打开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TVBS 欢乐台好运到。